你说你，我说的话是不是都听见了？这么快就给办了，行吧，咱俩不闹了，和好，同归于好。来，不行，我得谢谢你，我得谢谢你。有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元素晶体干扰了传送器，传送器烧坏了，只能抓取小件的东西了。要不是你非得再抓串糖葫芦，能出这么大事故吗？算了，报告里别提设备烧坏的事了啊，回去不好交差。那他们俩的？这数据怎么导不进去啊？全是乱码。看来数据被损坏的太严重了，虚拟世界不太一样啊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不碍事儿。顶多这个世界有的东西那边没有，或者换个名儿，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，测试张掖会不会利用信息差轻松获得成功后变得贪婪丧失底线。反正地球人克服不了弱点，就等于实验失败，我们炸了地球还要赶去下一个星系呢。